肠套叠可以自愈吗？如恩医生特邀专家廖新华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。肠套叠啊，我们知道就是肠子啊，就像袖套一样套到了另外一个肠子里边。肠套叠有很多原因啊，比如说小孩他是一般是发育的问题，但对于成年人来说，他肠套叠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长了一些肿瘤，有可能是息肉，也可能是癌症造成的。对于小朋友来说，他的肠套叠我们比较早期，因为他在发育的时候，那他可以做个肠镜，用打气把这个肠子撑开，一般就可以解除这个肠套叠，但是还得观察他后期的情况，他也存在自愈率，但是自愈率也不是特别高，如果确实是出现了症状的话，可能还需要手术治疗。而对于成年人的肠套叠来说，我们知道它的常见原因还是一个息肉或者是一个癌变，所以如果不解除这个息肉或者癌变的这个情况的话，那这个肠套叠是无法解除的，所以还要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来看，每个人都个体化治疗。